台湾网坛之光曾俊欣上周在法国夺下 La Petite 少年网球赛十四岁男单冠军，出色表现让他瞬间成为各界焦点，同时获得台塑企业继王瞻样公益信托青睐，与女网新秀卓依萱一起入选2015台塑未来之星培训计划，两人每年增加新台币400万元的培训基金。所以我们会除了体育署这边对青少年有一个潜力计划，那我想我们还会再多呼吁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企业来支持我们网球这些青少年的选手。在周五签约记者会上，曾俊欣与卓依萱捧起象征性400万元的支票开心合照。虽然说有了企业的大力支援，能分担家中经济压力，但也代表他们要把握机会，提升实力，朝更大的目标迈进。会让我更有信心，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停止脚步，我会继续努力，然后不会因为这个冠军而让自己松懈下来。近期的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橘子杯那个 ITF 打到第三轮，然后十四岁的橘子杯打到冠军。我非常开心他们可以赞助我这庞大的资金，然后也可以让我这样拿这些资金出国去比赛，然后打更好的成绩，然后以后为台湾打下更棒的成绩。对，我希望在法网前我可以排到百名内，然后打会内，对，然后就开始尝试更高级的比赛。自2011年起展开的台塑燃心计划，四年来已经赞助包括撞球、桌球、网球领域等优秀选手，期待心血加入后能再接再厉，提升台湾体坛的竞争力。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